大家好，我叫陈露露，来自于江苏泗洪，平时喜欢舞蹈和瑜伽，喜欢销售和策划类型的工作，曾经在健身会所创造过1天5万元的健身卡的销售业绩的记录，策划过小中型的活动，然后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想为自己找一份销售类型的工作，谢谢。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站着呢？就是职业性的吧，学过瑜伽的。举瑜伽都这么站着。对对对，就这样子，或者礼仪的。露露，你觉得你这么站真的很漂亮吗？我们两个一直说是不是你那个脚受伤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正常主持人或者礼仪老师他们一般喜欢45度角站着，像他现在还是比较舒服的哈，库尔特。这样，但是刚一上台，刚才是这样的。他刚一上台的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感觉也不舒服，因为他几乎站成了90度的夹角，亲爱的。对，现在好很多。对，对我非常喜欢陈总。为什么呢？因为他代表了，就是所有。爱美女性的一种向往，每个女人都想活成那样，创造了美在当下，然后里面涉及到了形体礼仪，对，其实里面有好多的东西跟我们学瑜伽都是很相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共同的一种热爱。做过功课哈。你这上面写的那个家庭成员是4个人，是哪4个人？我的爸爸，然后2个小孩，还有我自己。孩子他爹呢？孩子他爹我跟他分开了。哦，离婚了是吧？是的。2个孩子都跟着你？对。生活的责任担子挺重的，是这样子的。对呀、啊。啊，现在就靠你一个人养活一家四口是吧？是的。你看你父亲多大年纪？我父亲大概有60了。60身体还好吧？身体还好。那就还行。2个孩子多大？2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3岁。孩子他爹虽然分了，还给抚养费吗？没有，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家里开销大吗？挺大的。你最近一份工作是健身会所，对，合伙人，是的，3万，一个月，对，一个月能拿到那么多，那干得挺好的，干嘛不干？那因为平台小呀，所以想到大的都市来适应一下新的环境，然后找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比如什么是挑战性的工作呢？我平时特别喜欢做一些策划型的工作，或者说销售类型的。你以前的这个老板合伙人是带销售的工作吗？对，等于就是我负责外围，他负责内。外围是干什么？市场运营类的，所有的都可以，细微到1对1交流的一张健身卡的出单。然后大到100人的一场策划。哦，对。你一上来一说话和一些的言谈举止当中，我嗅到了一丝味道。大概你。童年应该是家庭相对来说比较艰难吧，你应该吃过苦的吧？是的，涂磊老师是很厉害的。他身上有一种那种味道，历尽艰难那种味道啊。虽然你现在特别想表现在台上很优雅，但是在优雅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也没有叫表现优雅，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可能偶尔我也会呈现优雅的一面，偶尔就是也会有。我知道你特别想表现出细腻优雅的一面，我可以感觉得出来，要不然你腿不会站成这样啊。应该说活得比较艰辛，生活在农村就是只能靠自己的父母种庄稼，很辛苦，然后供自己上学。然后在我即将要中考的时候，然后后来我的母亲去世，对，所以经历就多一些，应该这么说。您现在的父亲是您的养父是吧？对，是我的养父。也就是你亲生父母呢？亲生父母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然后一直到后来我现在工作了，然后才开始跟他们才认识。对。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养父养母带的。对，是的。这些东西对于你的人生成长有什么作用？就小时候其实挺影响我的，很自卑，或者说就是怕身边的同学和老师看不起，会有这样的想法。家庭从小的环境呢，给到他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包括自己婚姻的失败，然后还要带2个孩子，但是他又特别希望表现自己女强人的一面，竭尽全力的去表现自己。你面试的职位是高管和销售的总监哈。对，我觉得你最适合就是陈威和那贺东东那儿了，一个化妆品，一个是礼仪培训的，他们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在之内。底薪不低于多少？能接受。底薪在6K 左右。有没有那个地域的限制？哪儿去哪儿不去？没有。那孩子怎么办？孩子2个呢，你老爸一个人搞得定？没问题呀，只要有钱，这些事情都能解决掉。所以家里面是找了阿姨。
什么叫只要有钱就搞得定？有钱能代替妈妈吗？那我就自己回去再看他们呀。他们是在哪里啊？在江苏南京。这我就特别奇怪了，你看你从小是被养父养母带大，所以你应该知道父爱母爱有多珍贵，你更应该陪着孩子才是。对，是的。你却能够把他扔在南京，自己跑北京来。没有啊，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和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其实全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心，我当然想陪在我的。那我们就听听你的偶像陈薇做女人培训教育的，可以。如果做一个母亲这样做是否合适？其实在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涂磊老师刚才跟您说的一样，您自己其实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父爱母爱的关怀，在这个时候给到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是很必要的，他原生态家庭带给他影响一定是一辈子的。我的建议是去平衡工作和陪伴。好的，好。像刚刚陈薇说你要做好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但我觉得你的孩子已经7岁和3岁了，南京和北京其实也不远，3个多小时动车就到了。如果你真的做好了准备，其实我觉得你的选择我是支持的。我只要是做了一个决定，肯定这些问题我是都能考虑到的，因为毕竟也不是像毕业的应届生，所以在左右权衡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这一些。好，来第一轮选择，徐慧。还有五盏灯。天生我有才，天生我有才，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舞蹈。女性的那种柔美，她都体现出来了。我感觉那是她想要的自己的样子，想追求的。严格的来说，她刚才这一段不能叫舞蹈，看挺好看，但不能叫舞蹈，因为她基本上没有腿部动作。对，这个哇，涂磊老师你真的是博才多学啊！哎，现在好多这样的，年会上不好多女生。这个古典舞它讲的都是提沉斜落，它都没有这个基本的动作，它就是摆，一直在就上半身。但是这个展示让她放松下来了。嗯。变柔和很多，而且最关键让我们舒服了。虽然说它不是一段真正意义上的舞蹈，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放松下来了，然后表现出了那个女性越来越柔软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女人越活越温润，越活越柔软才是对的，而不是越来越力气。所以你的第一段其实给到我更多的感觉是用力过猛，第二段我特别喜欢啊。谢谢。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职场情商课堂，请看视频。这个事情大家就按 B 计划来进行。这事儿我表哥知道吗？我已经和张总汇报过。关于后天的这个人员安排，大家没有异议吧？我记得我表哥之前可不是这么安排的啊。你跟张总确定过？小石，一会儿你把这次预算给我发一下。哎，好的。预算可是大事儿啊，你们都给我表哥省点钱。领导家属频繁扰乱工作计划，作为主管的我到底该怎么办啊？你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吗？遇到过，我肯定不会受他影响，我会完全把我按照我的想法和策划，把整个计划给他做完。比如说那个从中作梗的人就是杨蓉，哎，露露姐，老捣乱。那个我表哥说了，就是观察你的工作表现也是我工作一部分。好好呀，那你就听好你表哥的话就行，做好你的工作，我做好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你的工作没做好呀，我准备如实给我表哥说。哪一点没做好？你说再具体一些。为什么告诉你呢？我给我表哥说。那行，那你不说就不说呗，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你不要影响到我整个计划进行走下去。啊，那行呗，那我就给我表哥说了。可以，没问题。如果在现实的职场当中这么沟通的话，你肯定就会被干掉了。对，现实中我肯定不会这样嘛。你停一停，你特别爱抢话，姑娘，特别不好啊。等我讲完。好的。
这就是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的魅力所在。我们要去完成任务的对象就是我们的领导。如果是我，我会怎么讲？没关系，就事论事。我的方案你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我甚至可以采用你的。但如果你提不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来，请听我的，我觉得也可以啊。而你刚才是直接爱干爱干不干，这个特别不好，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啊，你之前的那个工作当中最多管过多少人？赚30000块钱那一家？15。然后我是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之前管理你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在看到你跟杨蓉对话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就是你在管理的艺术上是没有的。但是我这一点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与普通员工的相处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你想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直接，就很生硬的就把这个问题就给擦掉了，是或不是。因为从你的婚姻关系到你离开那份30000块钱的薪资，到你站在这个舞台上说我没办法，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么黑要么白，我就很担心你与同事相处的这种能力。你就比如这样说嘛，哎，你那工作辞了吗？已经辞了。哎，你是怎么跟你的老板说我要走的？我就说我现在到北京发展了啊。然后呢？对，然后就是很简单呀，他就很支持呀，没有别的了。对，他没有挽留你吗？当然挽留了呀。没有，我觉得露露，其实我觉得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想要去有成就自己的人。那我觉得你在整个表现上我有点为你着急，你缺少热情。嗯，有总有一种我高高在上和咄咄逼人的。当然挽留了，你是说这种口气说话？对，这种口气。其实我觉得你在表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倒觉得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没有那样的服务意识。对，他平时工作方式就是那样。好，露露，你说你的意向企业美在当下，你可以做礼仪培训师，对不对？礼仪培训师，其实我没有专业性的系统的培训过，只是了解一点。所以我看了你的这个期望薪资，我对你的建议是你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的礼仪培训的架构，但我反而看到你在这个相关专业上，你可以从基础的销售岗做起，课程顾问。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愿望去做他的销售顾问。那个他这个意向的职位有高管、销售总监。这个我想问，对，他的刚才成为的意思跟你的意思结合在一起，就是问你，就是那种非高管类的职务，就是基础类的岗位，礼仪培训、销售，你干不干？可以呀。那薪资可能就要调，对，这就高了。对，你最低能接受多少底薪？至少5K。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在当下礼仪培训师，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公众媒体人或者本身就是艺人明星或者各个专家领域的这种专家，然后呢他个人呢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但是他很喜欢，我觉得他身上是有一种热情冲劲儿，还有那种向上不断攀升的这种心底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是比较适合做销售的。好，来第二轮选择去换。还有一盏灯，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美在当下给你的职位就是课程顾问，给到你的薪资是5000元整。我想请问，就是如果后期然后加入新的团队领域，有人直接带我吗？有团队经理，你进入每一个团队都有团队经理。可以。对，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美在当下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你的美在当下。美在当下，谢谢。